完之后向右上方斜的提，按向左下方斜行笔，右中到轻，横画漏风轻入笔，向右上方斜的由中到轻，到这个地方压下去稍微重一点，这个地方是要最细的，横画要出一点头，竖画要垂直，略粗一点，所以这边那个竖画要向右上方、右下方斜的，不要太长，横气提，按向左下方斜，里面的横用左肩横。提比较轻，离左边的竖要近，右边竖可以远一点，左右不相连，最后写了个横画。所以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那我们在书写过程中也可以什么，在最上面那个间距可以稍微大一点，里面的间距可以越小一点，这个竖画要垂直越粗，这个竖由重到轻，向中间斜的，下面也是，日子要扁一点，横细竖粗，啊，特别明显。左边竖要细要短，右边呢要粗要长一点。